司令，你可算醒了，风暴，风暴把我们卖给马贵儿了。风暴，你个畜生，狗改不了吃屎。早知道这样，我昨天一枪就崩了你。你不怕遭天谴啊你？凤儿，你先别激动，你听我说啊。如果我不这么做，兄弟们早晚得死在日本人手里，所以那我们还不如给日本人合作呢。我告诉你，就算死在日本人手里，我也不想当汉奸。我爹堂堂英雄一世，怎么就出来你这么个败类啊？怎么着，好歹我也是你二叔啊，你跟我说话也得客气点吧。此一时彼一时，现在是日本人天下，我们要想活着就必须跟着日本人。我告诉你啊，马贵儿马旅长已经答应赏咱爷俩官做，以后你就跟着二叔，二叔能亏着你吗？放屁，你信不信我现在就跟你拼了。我别动，你再往前走我他妈就一枪把他给毙了。走，上。风暴，卑鄙小人，你等着，我大烟花要是有翻身的那一天，我弄死你。我给我抓起来。我你放下，司令，跟我司令，放下，闭着眼睛，蹲下，蹲下，蹲下，打死你，蹲下，带走，蹲下。我就不信那个劲儿了呢。找到没有啊，大哥？没有，哪儿都找了，他常去的就那么几个地方，都没有。他奶奶的，我就不信了，这么大一活人就这么没了。大哥，说句你不爱听的，是不是那三姨太外边有人，俩人私奔了？大哥，大哥，你才奶奶的。他这些天在家待着，哪有功夫养小白脸？再说了，谁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敢动老子的女人，他不想活了。大哥，我可听说这马贵儿最近四处在给日本人找女人，这城里好多女的都被马贵儿悄悄给绑了，你说三姨太会不会？他奶奶的，要是马贵儿干的，老子绝饶不了他，跟我走。这个地儿，看着虽然没有营地舒坦，可就是透着点清静的劲儿啊。冯连长，哎，我这波兵可是都交给你了，都给我好好规制规制，哎，别让他们到处惹事。那是那是，跟着我们马旅长好好混，保证你将来吃香的喝辣的，享尽荣华富贵，什么想那几房姨太太，那都是小事儿。怎么着？哎，往后还得多靠山虎兄弟在马旅长那儿多多美言呢。好说，自家兄弟嘛，哎，是不是？那我找个地儿休息会儿。哎啊，你忙，交给你了。你忙，你忙，你忙。哎，胖子，开路。哎，走，走。哎，看你一个散漫散漫的，啊！来来来来，我说两句啊，弟兄们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就是正规部队了。既然做了正规军，就得有个正规军的样子，以前营地的那套咱可不能在这儿乱来，谁要惹出事儿来我可帮不了你啊。以后只要弟兄们能死心塌地的跟着马旅长干，我保证弟兄们能吃香的喝辣的，荣华富贵。我们今天走了一天了，现在大家都累了吧，进去歇着吧。明天马旅长会派一批教官来教我们怎么做一支正规的部队啊。不过我有话可提前说在前面，
咱们这个部队不光有咱，还有马旅长调来的警卫排，谁要敢给我惹娄子捅事儿，这警卫排的弟兄们可就没有我好说话了。啊，行了，集合，都好好分分营房，集合。嗯，起来，来，起来，起来，来，起来，快点，快点，起来，后边的，来来来来，集合集合，撒扔着马溜着，都像回事啊，别闹吊儿郎当的啊，来。哎，你谁呀？你哪儿来的？你以为老子想来啊？看不上我，老子还不干了呢。站住！你以为我们是什么？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啊？来人，给我拉出去毙了！哎，别！二子呀，哎，这是我表弟。现在这里我说了算。我想杀谁就杀谁，我看谁敢给我惹事儿！哎，二司令，他年纪轻轻不懂事儿，您之前啊没见过他，您呐大手大量，放过他吧。啊！谁呀你？啊！谁呀你啊！啊，老子毙了你！哎，连长，连长，哎，这是伙夫刘麻子，是旅长特地让人给你做饭的。旅长？嗯。伙夫？哎，谁？你他娘的小心点啊！你拿个大扫帚瞎拍什么？那该死的鸡嘛！给老子来抽风偷粮食吃，老子要是不打他，他不长记性。行了，把这鸡给我炖上。给老子补补，哎，要得，哎，这就把它炖着，啊，把它给炖了，看得跟瘟一样，往哪儿传？鸡瘟？啊！行了，你自个儿吃吧。哎，哎，要得，要得。站住！嗯。你们厨房几个人？就我一个人嘛。正好。你把他带上，跟你们在厨房打杂。他？要不得。咋的？你看他长得那个样子嘛，乖妹子家的，一看就是个瓜娃子。怎么着？老子说的不算，老子现在是连长，我命令你把他给我带回去。是，长官。关起做啥子嘛的？给老子的。把鸡拿出来给老子收。到我这个地方啊，教授这里的规矩，哎，我让你做啥子你就做啥子。哎，你抱起个鸡做啥子啊？这不是瘟鸡吗？扔哪儿啊？你才是瘟鸡，你把它放到院子里就行。哦，对了，你叫啥子名字啊？我叫王三儿。啊，王三儿，好，我啊就在里边，你来把这个地方收拾一下啊，这个地方啊收拾一下啊。我要把救国军的兄弟们带出去，我得静下来，好好想想，一定要把他们带出去。给我滚出去！坐下！别！
胖子，啊，干什么呀？这是，啊，这是外人吗？这是咱自己人，把枪放下。哦，少他娘扯淡！你不信，老子现在就崩了你！干嘛呀？这是，啊，唐旅长，不不不，你已经被免职了，应该叫你唐大哥吧？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啊，是不是因为被免了，在家待着无聊啊？没关系，来兄弟圈啊，咱们一块儿消遣消遣。马贵儿，你他娘的少得意！老子今天来问你，三姨太在不在你手上？三姨太？什么三姨太？哼，是你媳妇儿吧？唐金荣，你媳妇儿丢了来找我干什么呀？你见了吗？没有。你看他都不知道。唐金荣，你是认为你的女人看上我了吧？马贵儿，也以为你他娘的当了旅长，老子就怕你。今天你要是不给个准话，就别想活着走出这个门。哎呀，唐大哥，啊，消消火气，不就是因为一个女人吗？是不是？我已经跟你说了，她不在我这儿。是不是因为你这么大岁数，那个跟那家公子走了吧？啊？马贵儿，哎呀，要是老子知道是你绑了三姨太，我会亲手宰了你。咱们走。站住！唐金荣，别他娘给脸不要脸，在武强县敢拿枪指着我的人都活不长。这一次我不跟你计较，再敢有下次，让你死无全尸。唐大哥，滚！滚！马贵儿，咱们走着瞧。哎呀，马旅长，你喝杯茶消消气。喝什么喝？滚！都滚！哎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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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大哥，这唐金荣太他娘的扯淡了，我马上带人灭了他。现在灭了他，刚才干什么了？啊？再者说了，灭了他不跟踩只蚂蚁似的，现在不是时候。他手下那帮亲信还都在呢，没必要惹这麻烦。还是大哥想的周到。嗯，对对对对对，还是大哥搞的。别拍了。明天就把他的女人和那些抓来的人关到一块儿去。关起来了，大哥，您不要了？要？我什么时候说要了啊？老子吃过的东西还有味儿吗？你们也不想想，我能因为一个女人惹火上身吗？啊？哎，是大哥，是是是。哦，嗯，这老子的还会易容术。把菜采好了，把水泡起来啊！哎，然后啊，把这个菜啊，哎，这个，哎哎，你干啥子的？你干啥子嘛？干啥呢？摘菜啊，让开让开！哎呀呀呀，这个菜呢是那个样子摘的，这个菜啊是要这个样子摘，哎，和这个样子。哎，你过来过来哈，你过来过来哈，你拿过来哈，你，我跟你说，我又没干过，你不会问我嘛？啊，你。好，你是少爷哈，你不会，那继续劈柴，劈柴熟悉了吧？你，哎呦，可惜喽，这只是可以吃的噻。呀，这都是好菜呀、啊，拿，
你干啥子？劈柴啊！劈柴！你这劈柴！哎，柴你不拆，柴你又不劈，嘿，你当真话是自己是大少爷的？你有完没完？我奇奇怪怪的，谁让你答应他们要我的啊？你要不满意我，找当官的说去啊！让他们把我换了，老子还不想干了呢。搁老子里你还起劲了呢？啊！你们干啥呢？哎，饭好了没？哎，马上来，马上来哈！快点！哎，我遇得到你哟！快，快下来，快下来，上来，快点，下来，快点下去，快点，跟上，快走，快点走。知道你害怕，可是咱们都是被日本人弄来这儿的，咱们得想办法出去。连长，你咋来了？行啊，我连长，这农活干得不错呀。你就别损我了，有啥事你赶紧说，我正烦着呢。大司令现在被关在哪儿都不知道，兄弟们呢也不想在这儿当汉奸，我是来找你想个法子，就咱们出去。凭啥？我一个人跑就行了，带着你们也是拖累。哎，五十三，你把我们骗过来，你现在不管我们了是吗？我那是要救你们，能活着就不错了，还不赶紧感谢我？你这个混蛋！没有大司令，你有今天啊？早就喂狗了，你知道吗？亏大司令还把你当成自家的兄弟。行，算我瞎了眼了。等会儿，你咋不吃豆腐呢？跟你闹着玩呢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逗什么呀？哎，要想救你们大司令啊，咱首先得知道他在哪儿吧。就这么往出跑啊，这得慢慢想办法。毕竟不是一两个人的事儿，这么多人出点问题可不得了。这样，你回去告诉你们那帮兄弟们，就说是我说的，让他们先好好待几天，忍一忍，让他们放心，我一定会把他们救出去的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你要是不信我，还来找我干啥呀？行，我就暂时相信你。王三，快把豆角拿来！行了，回吧，回吧，回吧，以后别来找我了，太扎眼了。有什么事儿，我回去找你们呢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来了。给老子的慢吞吞像个乌龟噻！来来，快点！哎，对了对了，给我倒点水喝，要喝自个儿倒。哎，给老子的！懒得你，嘿。
以后给四川人做这个辣椒茶的时候啊，千万不要忘了放花椒啊，没得麻辣味，我们喝起来不安逸。哎，金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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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跟上！干嘛呢？快快快快快快快！快快！哎哎，行行，什么玩意儿？睡正香呢，您集合。这个各位啊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二位是中村大佐为了训练新编的皇协军特意派来的，山下军和西渡村军，这二位可是猛将啊啊！各位，中村军多么重视我们大家，大家鼓掌欢迎，鼓掌！真是耽误睡觉。你们为什么不鼓掌？不欢迎我们吗？哎，你刚打人啊？打人啊？刚打人啊？打人啊？都给我蹲下！蹲下！先提你锄头啊！你们掂量一下你自己的分量。你国人能搞定他们那么多人吗？啊？听老子的，我干啥，你就干啥。走噻！你们的表现令我很失望，以后必须服从我们的命令，否则这就是下场。哎，大哥，不是才送过吗？咋又送？哎呦，不晓得从哪来的一个婆娘，说是啥子冯连长的亲戚。要吃小灶，要跟别人不一样，还要老子收他。哎呦，没法的哟。哎呦，哎，马哥，等我等会儿。哎，得给我吧，我去。哎，干啥子的？我跟你说，你不就送个饭吗？哎，你歇会儿啊。哎，你小子哈，从来没有主动过要求干活。啷个的？听说是个婆娘，你心里就痒痒了。哎，你小子一肚子花花肠子。马哥，不是不是，嗯，我不是听说那里边。那婆娘长得挺好看的，你看还不是？我想去看看。哎呀，好好，你去你去去。哎，不准跟那个婆娘乱说啊！你放心。啊，去吧去吧。切，小子。有人吗？送饭的。十三，你可算来了，我以为你……嘘，守卫。春芽，出去看着。快过来坐，坐这儿，坐这儿。你怎么才来找我呀？你又不出去，我们去哪儿找你啊？没想到你还挺关心我。大伙儿都很关心您，你那帮兄弟们都快急死了，你赶紧出去吧。要不然他们心里都没底儿，都急死了。我出去干嘛？我出去当汉奸啊！小声点儿，让你假装打赢你二叔。假装？啊！你想干什么？能干什么呀？我得把你和你这帮兄弟们给救出去，咱得逃命啊！要想逃跑，就得听我的。首先，你出去，假装打赢你二叔，换上那身皮。只有你换上那身皮出去了，跟你那帮兄弟们在一起，我们才好合计怎么往出逃啊。行，那你说下一步怎么办？你二叔现在让我去厨房工作了，我好在饭里边做手脚。我本来打算把这帮二狗子给放翻了，可是现在我找不着迷药啊。迷药啊？我知道哪儿有。
你得了吧，你在这儿都不出去，怎么知道？我二叔那儿有。确定吗？确定，他是跑江湖的，身上有好多迷药呢。我给你偷回来。你二叔这一辈子都想不到，自己的迷药用在自个儿身上了。行了，我不能待时间太长了，他们会怀疑的啊。哎，你腿不是好了，怎么又瘸了？哎呀，我装的。哦。走了。干什么去啊？带我去见你们冯连长。哎呦，嘿，哎，啊，哎呦，让开，我要见我二叔。哎呦，花来了，花，找二叔有事儿？怎么着，二叔？当了连长，我就不能见了。哪里哪里，来来，来来来，坐坐坐。怎么的，花？想通了？啊，我算明白了，这年头还是自己活着最重要。是啊。什么汉奸不汉奸的，这最多呀就是个名头。不过二叔，你之前答应我的事儿，不会反悔吧？不会反悔，那能反悔吗？你从小长这么大，跟着二叔，二叔什么时候反悔过？你就踏踏实实跟着二叔好好干，二叔能亏待你吗？这个副连长的位置，那就是你的，我看他们谁敢跟你争。好，那我相信你，二叔。一二，哎。一二，嗨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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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喝水了，喝水了啊！来，喝水了，来来来，喝水了，喝水啊！喝水啊！哎呀，累死我了！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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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什么呢？有这样的吗？包子哥，瞒你，谁让你先喝水的？跟谁说话呢？跟你说话呢？怎么着？回嘴是吧？我就不让你喝了，怎么着？你是不是回嘴？哎，我你怎么了？我了是你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哎，花儿啊，二叔想问你，接下来你想咋办？你答应做这个副连长，不会是忽悠二叔的吧？哎，连长，他奶奶的！怎么一点规矩都不懂啊？不是不是，咱们后边打起来了，这帮兔崽子一点也不给老子省心。走，看看去。他奶奶！好了好了，别打了。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住手！干什么？回嘴！都他娘是弟兄，有什么不能说开的？至于动手吗？我们现在是正规部队，不是在营地，啊！没拿到。你不是跟我打保票说你能拿到吗？你说你，我刚才说没拿到药的时候，你瞧你那脸拉得跟驴一样，你怎么就不关心关心我的安危呢？你看你看，你又来了。行了，赶紧回去吧啊。哎哎哎哎，咋回事啊？马哥，你不是去买菜了吗？我买回来了，送水球。这个女人是哪个啊？我是你们副连长，也是他的女人，以后不准欺负他，让我知道了没你好果子吃。我走了。哎呦，这个女人原来是你婆娘啊！哎，你本事不小嘛的，还能找个副连长当婆娘哦？什么婆娘？别瞎说，你听他的，我俩啥关系都没有。你看，你看，
人家都承认了，她是你的婆娘，你还不承认？哎，你脸皮是不是太薄了？啊？哎，不过啊，我觉得那个婆娘啊，凶得很喽，你以后的日子不好过，恼火得很喽。报告。哎，站住，请。唐静蓉的太太，唐金荣的女人，我们见过，您去过我们家。你认识我真是太好了，我跟他们不是一起的，你们抓错人了。好歹我们家老唐也为皇军效力这么久，你赶紧把我放了吧。皇军是不会抓错人的。你们家老唐已经不能为帝国效力了，现在该你好好的为帝国效力了。关门。明天晚饭，我会在看守的饭里下好迷药，等他们都晕倒以后，就是咱们逃跑的时候。军营西南边的房子是他们的军火库，你带几个兄弟跟着我，我们首先要攻占他们的军火库，拿着家伙返回大营地，速战速决，救出你们的家人，马上离开。那咱们逃出去之后去哪儿啊？大营地恐怕是回不去了。兄弟们要想活命，只有一条路可以走。扎洛，跟着我去当八路。啥？俺不愿意。就是，俺们兄弟都自由惯了，听说你们八路军这规矩那规矩的，多得要命，不愿意。大司令，你怎么想？我能有什么想法？我当然希望兄弟们能跟着我。咱们不管是八路还是救国军，都是打鬼子的，没什么区别。如果兄弟们实在不愿意，我也会把你们安顿好，让你们带着家眷踏踏实实的过日子。咱们还是兄弟。你们放心，我不是马棍，我不会逼你们的，一切全凭自愿。首先我们要活着出去。兄弟们，今儿个先睡个好觉，明儿个咱一起好好折腾折腾他们。站住！嘿，唐金荣的女人为什么会在这儿？卑职也不太清楚。一旦唐金荣知道，就会造成不良的议论，没有必要的麻烦。嘿，赤田，命令马圭马上把这些女人运到新编黄协军的军营，并且封锁消息，等待井上军的接手。嘿，姑娘，你别哭了。我男人，他一定会想办法救我出去的。
你太幼稚了。你想想，咱们是被谁抓来的？不是被黄协军抓来的吗？你现在被关在日本人的地盘，你男人他敢来救你吗？嗯，王哥，柴劈完了，菜也切完了，还干点啥？哎，可老子的今天的表现还不错啊，想帮帮你。啊，好，对了，给我勾点钱过来。哎，来了。什么时候动手啊？不行啊，都没撂倒呢。咋回事啊？咋没撂倒呢？我也不知道，我还问你呢。是不是你二叔的药有问题啊？不可能，我亲眼见他试过，用这么一小点就能放倒一头牛呢。那咋回事啊？兴许时辰还没到，药劲儿还没上，上来呢。哦，要不咱再等等。孩子们，快！怎么回事啊？怎么来了那么多日本人呢？而且还压了好多人下来。不知道，鬼子这回来干嘛呀？这样这样，今儿晚上情况太复杂了，咱谁都别动啊！等我回去再看看。孩子们，快，快点，出来，去，快去，快去，走，姐姐，咱们是不是出不去了？快，一定可以出去的，我们一定可以出去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这些女人一定要看好了，没有皇军的命令，任何人不得出来。好嘞，好嘞，太君，好嘞。哎，回来了哈！昨天晚上折腾了一晚上没睡觉啊，赶紧休息，一会儿送饭去。是不是你？我问你，是不是你干的？哎呀，让开，不要炒菜！你这个狗日的，你知道耽误老子他妈多大事吗？老子懒得跟你小子说话。等会儿。你还跟老子来这一套！我告诉你，老子是救了你们兄弟的命。
老子懒得跟你小子说话。等会儿。你敢跟老子来这一套，我告诉你，老子是救了你们兄弟的命。你晓不晓得，昨天晚上日本鬼子要在这里送人，就你们那几个人还想逃出去啊，那就要找死。我告诉你，你以后再那个冲动，不仅救不了你兄弟出去，连你自己都要死。还有啊，到了老子的地盘就要听老子的。都在呢，来，别吃这个了，别吃，来来来，别吃这个了。怎么了，吴十三？什么？我问你，昨天晚上那些二狗子怎么没事？你是不是就没下药？我昨天你什么你？说实话，是不是头要缝板了？你要想当汉奸，就别拉着我们哥几个一块当汉奸。你把话说清楚，少听他废话。这小子我看一肚子坏水，油腔滑调，是不是八路都未必？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把他给做了，省得他以后出卖咱们，都疯了。坐我是吧？来呀，坐下，坐下。吴十三，你跟我说实话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昨天真是把药放进去了，但是被刘麻子给换了。什么？被刘麻子换了？那他换了，他怎么不告诉日本人啊？凭我的直觉，刘麻子并不是坏人，并且他的身份十分复杂。更关键的是，昨天晚上他早就知道日本人回来。如果昨天晚上我们行动的话，咱们都得没命。那这么说，他还算是帮了咱们。这样，你赶快去查查他的底细，没准他能帮咱们逃出去。没错。哦，对了，昨天晚上日本人带过来的都是什么人啊？我也不太清楚啊。不清楚就赶快去查，查呀！来，哥几个，吃着。哎，张家姐儿长得好，你家妹儿六条腰啊。麻子哥，我今天想了想，想通了，早上的事儿是我不对。我不该对你那样，哎，我这驴脾气你也知道啊。我想通了，以后啊，你说啥就是啥，我全听你的。嗯，这就对了嘛，啊，听我的话，没得亏死。是是是，嗯。哎，马子哥，你说那日本人，他们拉那么多女的干嘛呀？你说他们抓那个多的女人干啥子啊？那是。要去陪太君耍的。啥？他们是干这个的？这帮狗日的！那我告诉你，我就是一辈子不出去，我也得把那帮女人给揪出去。哎，你吼啥子啊？吼啥子啊？你再大点声呢，院子里的鬼子都听到了。我跟你说哈，你不要再冲动惹麻烦。哎，到时候啊，我救不了你，你挣钱都救不了你。哼。张家姐儿长得好啊，李家女儿六条腰，长得好啊，六条腰啊，抱到怀里睡觉觉了。
裴大哥喝口。事情我都知道了，您的太太和我妹妹被马奎抓去送到日本人那里了，你想怎么办？我能怎么办呢？我现在是要兵没兵，要权没权，我就是想救他们也没法子呀。醒醒吧，唐吉荣，你知道吗？我的心为你死了多少回，我有多少回想杀了你吗？可是我没有这样做，因为我是个男人，做个男人要有情有义，知恩图报。可是你呢，因为一己私利，贪图荣华富贵，卖国求荣，不惜辱没兄弟的尊严，抛弃自己军人的信仰。你还告诉我们，只有这样才能换来自己兄弟和家人的性命，可是到头来换来的是什么？是兄弟的枉死，家人的惨死。你还是人吗？你根本就不是人。那个和我们出生入死血战战场的唐金荣已经死了。好了，我就说这些了。如果你还有一点血性，还有一点良知，还想日后不想被世人唾骂，那就拿起枪和我一起去救我们的家人。如果那样，我陆小萌还做你的兄弟，哪怕是战死，我们也要挺起脊梁，堂堂正正的死。我都懂，大哥陪你一起站着死。这儿，开门。进去吧。哦，好。哎，来了来了，吃饭了啊，吃饭了啊，来了，吃饭了。哎，吃饭了啊，人是铁，饭是钢嘛，啊，不管遇到啥子事情，还饭还是要吃的。来来来，吃饭吃饭啊，来来来，多吃一点啊，来，来吃饭了啊，多吃点啊，多吃点，多吃点，来，弟弟。哎，吃饭吃饭吃。小吃的啊，这。
王三儿，你干啥子嘛？看到一个女人以后走不动路了，啷个喽？哎，你还活着，你真的还活着，真好，你活着，活着真好。哎呀，王三啊，你在外面有个委屈妇联子的婆娘，这就对了嘛，你哪个还惹这些女人嘛？你就不怕那个女人打你哦？哎，亏我一直还想着你，还惦记着你，没想到你也贪生怕死，穿这身狗皮，你舒服？舒服吗？不是的，爹娘，出来皇上，你听我解释。别跟我说，我不想听。你给我出去。爹娘，滚！滚！哎呦，快走！哎呀，你咋个尽这些凶巴巴的婆娘嘛？刘麻子，哎，你眼睛是不是长脚上了？咋管？没看到，没看到哈。哎哎哎，没看到，滚！哎哎哎，哎呦，哎，你脸怎么了？没事没事，让我看看。也没什么，你看啥？我还做饭呢。被谁打了？没被打，我刚才自己撞了一下。不对，到底怎么了？花绮罗，浪迹过，我儿藏的。刚才在里面碰到我们的战友了，都在里面呢。这事儿你可别跟别人说啊。你们八路也有女的？有啊。我要救他们，一起逃走了。那女的是不是之前你昏迷的时候喊的那女的？不是，你想哪儿去了？记着，千万别跟别人说这件事儿，知道吗？替我保密。行，走了。马老三，你是不是动了我的东西？啥东西啊？啥东西啊？哎，啥东西？你还跟我装？哎，就我们两个在，我床底下那个罐罐呢？罐罐？嗯，你那罐罐装啥了？装？你管我装啥子啊？马子哥。你一个月才多少军饷啊？这么多军票，你十年都赚不来呀！还有那盐，啊，合着我们的盐都跑你那儿去了？贩卖私盐，这可是大事儿啊！这要是被日本人知道了，你……我马子跟你说哈，狗东西上次你想跑，老子就没得告诉日本人，你不能硬讲错跑。没办法。马子哥，我这人嘴不把门，这要是晚上呀，
说点梦话给您说出去了，也没辙呀。你个狗东西，到底想干啥子？你打吧，打吧。反正我也打不过你。但是马子哥，我告诉你，你如果不帮我逃出去，你那点事儿，我一定会告诉日本人。好，你现在就去告诉日本人，老子认了。哎，马子哥。别生气，别生气啊！这事儿我错了，我不跟你开这个玩笑了。等着我。都在这儿呢，你看看。哥，我跟你交一底儿，那帮兄弟和那帮女人，我是一定要救的。如果我不救他们，他们都得没命。这么多条人命，都得毁在我手上啊！马斯克，你也是中国人，你就真的忍心看到那帮兄弟们以前杀鬼子，现在变成替鬼子杀我们中国人的奴才吗？你就真的忍心看到那帮妇女们被肆意的践踏吗？你的心就真的这么狠吗？啊！妹妹，看你这么难受，你跟他的关系一定不一般吧？你要认识他，那太好了，你赶紧求求他，放咱们出去吧。如果这事儿他觉得为难，那好歹也能帮我出去，跟我男人捎个话呀。我男人可有钱了。他一定会想办法救咱们都出去的，啊！我不认识他。马斯克，嗯，您那伤疤是咋回事啊？给我说说呗。你以前到底是干啥的？我发现。你就是再热也不脱衣服，你是怕别人看到你那身伤疤吧？哥，跟我说说呗。川军，川军，你晓得不晓得？川军出川打日本，那就是我们。这个伤啊，是淞沪会战留下的。这里还有一个伤，那是太原保卫战留下的。这个是跟小鬼子拼刺刀的时候留下来的。你以前是川军的？我在队伍上还是个排长。那后来呢？后来咋回事？一个营啊，我们整整一个营啊，就剩我一个。当时我就想，干脆跟弟兄们一起去见阎王算球了。后头我又不想死了，那日本鬼子把我抓住以后，问我是干啥子的，我就骗他们。我说我是个伙夫，他们就信了，就让去给他们去做饭，把我调到一个二狗子队去做饭，七调八调，就调到这里了。马斯克，你就真想窝在这儿？做一辈子饭吗？你就没有想过出去给你那帮死去的兄弟们报仇吗？报仇咋个报？就靠我自己。有我们呢，还有我那帮兄弟们呢。马斯克，
我跟你说句实话，我不叫王三儿，我是八路军的一个连长，我叫五十三。我的部队在跟鬼子打仗的时候被打散了，我受了重伤，多亏了救国军这帮兄弟们救了我。后来我们被汉奸陷害，才来到这儿的。哥，但是我心里无时无刻不在想着给我这帮兄弟们报仇。马子哥，你听我的，出去之后跟我干八路了，我们俩一起为咱们死去的兄弟们报这个仇。格拉乌斯里，你小子一来我就看你不简单了。不想折腾了，哥。这世道要好的话，谁愿意折腾呀？谁不想过几天安生日子？但是你刚刚说的话，我不同意。咱都是中国人，要是中国老爷们都像这样想的话，那咱这国家可就亡了。你想一想你自己的弟兄们，他们是怎么跟鬼子拼了命的往死里干的？马斯高，你现在要还说这样的话，你对得起他们吗？啊！你说，你想让老子干啥子？猛子，这个地方就是新收编黄协军军营，这个就是关押你妹妹和我太太的地方，里面所有的看守都是马贵手下的。消息可靠吗？绝对可靠。咱们就给他来个鱼死网破。什么时候吃饭呀？这弄的什么好吃的呀？烧鸡。还是你对我好。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烧鸡呀？啊？你也喜欢吃烧鸡呀？啊？啊行，这两天让麻子哥再给你做一个。闹了半天，这烧鸡不是给我的，那给谁的？是不是给那女八路的？嘘，大司令，你小声点儿。小声什么呀？还说你们不是相好，都到这儿了，你还给他送烧鸡？你眼里还有我吗？哎呀，你误会了啊！等等，我跟你一起去。哎，我去送饭，你跟着我干啥呀？我过去看看。哎，那都是女人，有啥可看的？我就要看看。进去吧。哎，旅长有令，除了送饭的人，谁也不许进。你可看清楚了，老娘是这儿的副连长，连个仓房都进不去吗？让开！来，大伙吃饭了啊！来，来，吃饭了，自己盛啊。日本人对你不薄啊，果真给你找了个这么漂亮的媳妇儿。你不要胡说，她不是我媳妇儿，我在这儿就是一个送饭的。谢谢你给我们送吃的，我看到你在这里过得挺好的。
我真心为你感到高兴。我们八路军的处事原则，千万别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，会有人收拾你的，我哥也不会放过你。小猛哥还活着？当然活着，活得好好的。不过你说这世界也真奇怪，那个时候他是伪军，你是八路，我还劝他呢。现在可倒好，他成了八路，你倒成了伪军，你说奇怪吗？不是，你听我解释。王三儿，送个饭磨蹭这么半天，走了。荷花，给姐妹们分了。走啊！走了。某些人热脸贴冷屁股了吧？哎，不过这女兵还挺漂亮的。不行，我一定要向她解释清楚。解释什么？解释我为什么穿这身皮啊。哎，大司令，要不然你帮我跟她解释解释吧，我不想让她误会我。他对你就这么重要啊？是，很重要。承认你喜欢他了，你现在还有什么可狡辩的？是，他是我心里一直惦记的女人。我实话跟你说吧，他是我的指导员，人家救了我好多次命，所以这次我必须要救他出来。可是大司令，我现在说什么怎么说他都不听我的，根本听不进去。所以我希望你能帮我去跟他解释解释。那我跟他解释他就能听了？你就去把事情的前前后后都告诉他，我相信他肯定会相信的。好，可我告诉你，要我解释可以，从今以后不准再见这个女人。你德义和大叔在外面接应。是是，好，走。大哥，那些女人的地方在哪？小猛哥，十三，小猛哥，十三，哎，等等，你还活着，这说话不方便，跟我来。好，大哥，快。你咋来了？还带着这个汉奸？十三，别错怪我大哥了，他和原来不一样了。我们来是救我妹妹和他太太的。哎，瞧你这身打扮，你也当二狗子了？哎呀，小猛哥，你说啥呢？你咋和你妹子一样，看到我这身衣服都怀疑我呀？我五十三这辈子跟鬼子不共戴天，我才不会当二狗子呢。你真见过我妹妹了？现在她安全吗？暂时安全。不过咱得赶紧救人，我怀疑日本人很快就会把他们带走了，和
和他们同时关进来的还有十几个女的，这次我决定给他们全都给救出去。啊，一下子就那么多人，哪儿那么容易啊？哎呀，大哥，别说这些了，要救咱们一起救。猛哥，是这样的，和我一起关进来的还有十几个兄弟呢，他们都跟我是一心的，到时候逃跑的时候都可以帮忙。只是现在我们需要外面有个外应，咱们五连的战士还有多少个？我也不知道，逃出来的时候只有我和我妹妹，我回去找过，什么都没找到。都怪我，是我志三呀。不管怎么样，咱们现在先暂时离开这儿。啊，不行，我还不能走，你妹妹还在这儿呢，我必须在这儿看着她。再说了，要想逃出去，里面必须有个内应，还有那些兄弟们，他们都指着我救他们的命呢。这里太危险了，你必须跟我们走。不行，猛哥，我要走了，这帮兄弟们都会没命的。哎呀，啰里啰嗦的，说了半天还没说完呢。哎，你干啥子？你在老子的地盘举枪啊？他是什么人？他是麻子哥，是我在这儿的朋友，帮了我很多忙。麻子哥，啊，这都是咱自己人，之前就更不要举枪了嘛。不好意思，麻子哥，我们的事你都知道了，人我们是一定要救的，你给我句准话吧，到底帮还是不帮？你个龟儿，老子的酒白给你喝了，我不是都已经答应你了？好，不过刚才我一直在听你们讲，你们那个计划怕是行不通哦，可能要想一个更周全的计划才能动手。这样吧，小猛哥，你们先回去，我和麻子哥商量一下，看看有什么办法没有。有了新情况，我让他跟你们联系。那也行，这样，我们就在对面山窝里窝着，一有行动立刻通知我们。嗯，要得。十三兄弟，咱们之前的恩恩怨怨就过去了。我太太可能也在这儿，你一定要帮我把她救出来。放心吧，堂哥，人我已经见过了，暂时很安全，我一定会帮你的。多谢兄弟。嗯，你们现在不要再说话了，被别个碰到就麻烦了。好，那我们走了。哎，走。谢。停，不早了，原地待命休息。哎，好，都歇会儿，都歇会儿。坐好吧，休息。哎呦，你那还睡？有，给。哎，老肖，你说咱这儿啊，树林哪儿哪儿都找了，就是没见到连长。你说他能在哪儿呢？要我说啊，咱不如直接再找一个二鬼子据点，有吃有喝的，咱等着就行，让二鬼子给咱找连长去。你忘了连长是啥人？那猴精猴精的，他要不想别人找，谁也甭想找着。那你说咋办？咱现在也找不着啊。你就不能想想办法？我，哎，你还玩啊？哎，有办法了，咱不找连长了，让连长找咱们。啥意思啊？记得五墙西边那个树林的吗？啊，你看看啊，咱们现在有十二个兄弟，每人一把枪，还有一闷炮，咱们就杀回五墙西门，打他一个回马枪，到时候把动静闹得越大越好。第一呢，让中村知道咱五粮还有人在，别那么猖狂，对吧？第二呢，咱们如果把动静闹得越大，城里传的也就越广了。如果连长在城里啊，那肯定知道咱五连还有人在啊，肯定会来找咱们。哎，对呀，你这脑子越来越灵光了。哎，不对，照你这么说，咱不如直接杀过去，把中村给宰了，这动静不是更大，还给连长一个见面礼呢。要不说你笨呢，啊？杀中村风险多大？就咱们这几个兄弟，
你别到头中村杀不成，连长倒给咱们收尸了。哎，行行行行行，按你说的来。现在啊，咱得先把咱们八路的衣服换上了。还换衣服干啥？不穿八路的衣服，谁信你是五连的人啊？真的假的呀？嗯，那群慰安妇里面真有53的相好的？嗯，太强了吧？你听谁说的呀？张司令亲口跟我说的，他一会儿就要跟咱商量怎么弄出来那个女的。花心大萝卜，你咋了哥？你是不是傻呀？你想啊，如果这53要真有个相好的，那你不就有机会了吗？也是。你想，要是将来把他真弄出来了，和大司令在一块儿，那不得天天打起来？这下可有戏看了。谁说不是呢？哎，你们说，如果他们打起来，是咱大司令厉害，还是那个女八路厉害啊？当然是大司令厉害。我看未必，人家八路啊，个个都是这个，这个女的肯定也差不了。记住，那女的挺漂亮，穿小蓝格上衣。把条拿好。哎，干什么的？倒马桶呢。快去快回。哎，好，谢谢老。大司令，我真是不知道你是咋想的。你明明知道53他在乎他吗？你还帮他？跟那没关系。53他是条汉子，他不能被人误会。再说了，他好不容易开口，我这个做朋友的说什么也得给他办到。行吧行吧，不过我可告诉你啊，你这可是引狼入室啊。记住，那女的挺漂亮，穿小蓝格上衣。你想干嘛？告诉你一个秘密，53跟我们大司令不合适。你跟53到底掰了？我祝福你跟53早生贵子。走了。谢谢老总。给了吗？给了。哎，怎么了？怎么回事？大司令，有动静，回去吧。怎么了，里边？怎么了？怎么回事？少他娘的给老子装！再装，老子一枪毙了你！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？这娘们说她肚子疼。肚子疼？来，我看看。
老子一通毙了你！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？这娘们说她肚子疼，肚子疼。来，我看看，这儿疼吗？这儿呢？疼。这是女人的病，这个仓房太潮湿了，到我那儿治一治就好了。可是旅长说了呀，这里的娘们不能出仓房。你们旅长还说了。 他说了事儿，你负得了责吗？要不这样吧，你要实在不放心，就跟我过去一趟。春芽，扶他起来。哎，来，你还跟着啊？怎么着？ 你还要进我的卧室啊？出去，出去！哎呀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快出去吧，出去吧！女人病不好，叫你让人看着吧，啊，跑不了跑不了！哎呀，跑不了！这之前一直没看太清楚。 这现在在仔细一看，果真是个美人坯子啊！怪不得53能看上你。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不是我找你，是53让我找你。他让我跟你解释解释，说你误会他了。那就请你回去转告53，我用我的眼睛看到的就是事实。 没什么好解释的，你看到的不一定就是事实。实话告诉你吧，我们都是救国军，被马贵那个王八蛋带到了这里，被迫穿上了这身皮。53是我从外面救回来，在我那儿疗伤，后来就一起被抓了过来。但是在这期间，他从来没有忘了你们五连，一直在打听你们的下落，而且。 包括你听到的和你看到的，也都是这样的。我的意思是，53喜欢我这件事儿，也是真的。你不信啊？这就是他送我的定情信物。你们两个之间的事情，不用跟我说。 我根本就不关心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吗？没错，这些都是我们的事情，只要我们愿意，谁也管不了。但是我不管你们俩之前是什么关系，从现在开始，他跟你没有关系。我也请你记住，53是我的战友，是我的同志，我们没别的关系。 等等，希望你没有骗我，骗我的人都没有好下场。我没什么好骗你的，你有什么值得我骗的？走吧。 从现在开始，他跟你没有关系。53喜欢我这件事儿，也是真的。
这就是他送我的定情信吗？打一会儿，你站住！哟，巫十三，刚见到你的战友，就对我这种态度了。你都跟他说什么了？我能跟他说什么呀？我就按你的要求实话实说呗。实话实说，你说什么了？他现在看我的眼神，越来越怨恨了。那我哪知道啊，我就告诉他你不是汉奸，我们是为什么穿上了这身皮，还告诉他我们是怎么来到的这儿，还有你现在筹划着要救我们出去。哦对了，我还告诉他你特别的喜欢我。你胡说。我胡说什么了？别忘了是谁救了你。救过我的命，我五十三欠你的，但这并不代表我就要娶你。相信你心里最清楚，你如果再这样的话，从这个军营出去之后，咱俩各走各的路。吴十三，你是想甩了我吧？休想！我告诉你，你这辈子只能有一个女人，那就是我大烟花。如果你再敢想那个女的，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去告诉我二叔，那女的十八路。大烟花，咱俩的事儿是咱俩的事儿，我不希望你把她也牵扯进来。老兄，咱们的弹药可不多，一会儿一定要认准了。放心吧你。兄弟们，每个人留两颗手榴弹，剩下的全给我招呼上去。准备好了啊，一、二、三。马上派人增援。嗨，马德军真是疯了。武强的鬼子，你们听好了，我们是五连，五十三的五连。我告诉你们啊，今天我们来就是找你们报仇的。等你们到了阎王那儿，你告诉阎王，就说是五十三五爷爷的连队打死你们的。撤。是五连的残部，没错，可五十三应该不在。大佐阁下，那您的意思是？五十三从来不做没有目的的事情，而这些人在城门口匆匆打了一下就消失了，显然他在引起别人的注意。而这个别人只有两种可能性，一种是我，另一种
就是他们要寻找的。赤天君，你觉得这两种可能性哪个更大？依属下看来，第二种可能性更大。没错，他们要寻找的就是五十三。赤天君，你马上带一小队人加紧搜索五连残部，同时也要搜索五十三，绝对不能让他们相聚。嘿，还有，告诉马贵，让他抓紧训练新兵，很快就有他们的用武之地了。嘿。哎，听说没有，昨天五十三的五连又打回来了，还往城门楼子上放了好几十发炮弹呢。哎呦，真假的？这八路怎么打不跑，还越来越阔气了？十多发炮弹，这真的是八路啊？我没听错吧？怎么可能呢？我一个老乡当时就在城门楼下站岗，他跟我说他亲耳听到的就是五十三的五连。哎哎，里边 啊，哎，那个材料不够啊，就喊我哈，饭不够就添哈。哎，忙你了。哎，坐坐坐。陈司令的兵哦，不过奇怪哦，这个大嫂那咋把自己的名号报给鬼子呢？如果是真的话，那就是他们故意的。故意？为啥子？故意放出风来，让我知道他们还活着，然后让我去找他们。有道理。不过万一要是冒充的呢？顾不了那么多了。哎，马子哥，你这样子，你先去找陆小猛，让他找找看，如果真是我的兵头，让他们带着他们一起在外面接应咱们。要得吧？哎，他们还活着，消息准确吗？所以是在让你们去找一找，看看是不是他们。好，我们马上去找。那我先走了啊。哎，等等，麻烦你转告十三，救国军的营地我去过了，鬼子防守非常严密，里面不仅仅关着的是那些家眷，他们还把救国军的营地当成了战争的要塞。就是麻烦嘛。啊，对了，如果你们要找我啊，只要不是送饭的时间，我都会在那个城门口溜达。我先走了啊。好啊，小心点啊。走。哎哎，快走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起来，快走，快点，快快点，快点，快快猴子，什么快点，那边都快上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，快点，快点，快起，快点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快点，快点，起来，快，慢点，快快，慢点，快，快，二叔，快点，快点，你先跟主子说一下，天这么热，先回去吃饭吧。啊，听见没有？太君，起来点，这天儿太热了，这饭要是再不吃可就都馊了。让大家先吃饭吧，啊，吃完饭咱接着练。停止训练，吃饭。哎，停止训练，停止训练，大家准备吃饭吧，去去吃饭吧，快快，吃饭去。吃完继续练啊，赶紧抓紧吃吧，吃吧吃吧，快吃吧。这都痛成这样了，这哪还吃得下去啊？嗯，这种罪死我啊，受不了，受哪门子罪。为什么都不吃饭？从现在开始，
给你们60秒时间，如果吃不完，加练2个小时。计时开始。逞英雄是吧？面盆拿来。统统吃光，要不然这些人都得死。吃。知道老子是谁了吗？马上死在
你上路！哎哎，大司令，救命啊！大司令，他毕竟是我二叔，你就饶他一命吧。把他给我看起来，找些兄弟，把那两个日本兵的尸首给我埋了。大司令。喜庆哥走了。喜庆哥，你咋就走了？兄弟们放心，我不会让喜庆白死的。一定要用日本人的血来祭奠他。大司令，你千万不要冲动。喜庆也是我的兄弟，你放心，他这个仇我一定给他报。大司令，这件事儿既然已经发生了，我们就必须改变计划，提前行动。我马上去找马子哥，让他提前去找陆小猛。小猛哥会在外边给咱们准备一辆卡车，装上武器，在凌晨三点的时候再来接应我们。刘大哥，哎。有消息了吗？啊，这个是十三呢，让我交给你们的。好，谢谢刘大哥。时间紧迫，我先走了，就看你们的了啊。请你转告十三，让他放心。哎，好。哎，哎，大哥，赶紧带几个兄弟去找辆卡车。成，这事儿我来办。我们五连到现在还没有联系上，现在就剩下这几个兄弟了，硬着头皮三里干，干他狗日的！去吧。好。哎，大侄女，这是干啥呀？你知道那五十三是谁吗？那五十三是日本人通缉的要犯，你怎么能跟他在一起呢？还杀了日本人，那咱们都是死罪呀！死？要不是五十三手下留情，你早下去见我爹了。我告诉你，看在我们叔侄的份上，我给你一条活路。这，你现在就去把仓房的守卫调开，换成你自己的人，否则，别怪我六亲不认。哎呀！那不行啊，那这事儿，我去。老肖啊，这个据点人少偏僻，咱一会儿要进去的话，动作快点，赶紧得拿下。我估计在里面躲几天不是问题。就是不知道这二狗子据点里有没有烧鸡啊？咱进去看看不就知道。走。就是这里，里面顶多十几个人，你们在后边等着，你们俩跟我走。我上次就把那钱藏我鞋里边。哎呦。哟，唐旅长，快！不许动！进去说来。别动！干嘛？蹲下！别动啊！唐金荣，你们是五十三的兵？没错，是老的。还在你们家试过席呢，忘了？把枪全都给我放下！哎，兄弟，别误会，
你看我现在这样还像黄觉军吗？老子早就不干了。你们的副连长鲁小猛在我那儿，他正找你们呢。大哥，猛子。这么快就搞到车了，猛子，我不仅给你弄辆卡车，还有你意想不到的惊喜呢。什么呀？你给我到后边看看。大宝贝。什么好宝贝啊？二宝，猛哥，猛哥，小高，猛哥，我的好兄弟，副连长。连长呢？啊，在伪军营里。咋在那儿啊？被抓了？哎，不算被抓，说来话长。走，慢慢说。走。嗯，走。大叔，把车开山里去。是。走。哎。哎，两位兄弟。大热天进去歇着吧，去吃饭吧。这儿我替你们看会儿。怎么，连我这连长都信不过呀？嗯，哎，走啊，哎，走吧。休息吧。好，是，走吧，二叔。衣服由他们替你们待在这里，你们跟我们出去，今天晚上我带你们逃走。哎，丁玲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不信我呀？我们之间是……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，我相信你是来救我们的，我误会你了。姐妹们，咱们只能换上他们的衣服才能逃出去，快换衣服吧，快快来。哎，丁玲，你怎么不换啊？哎，我要留下来。留下来？现在这里剩的全是男人，一旦暴露太危险了，我必须留下来。不行，无论如何你不能留下来，太危险了，跟我走。五十三，你别忘了，我是一名指导员，是一名军人，更是一名党员，我不是一个弱女子。我留下来，你们先撤。快点，快点哦，丁玲。来不及了，赶快撤，快撤。等会儿，你跟我走，丁玲，丁玲，丁玲，跟我走啊！快走啊，快走！我等你来救我。快走，来不及了。你等着我。快走啊！快点，快点！走。
大哥，孟子，人都到齐了。好，二娃，前面的把手，对方认识我们，里面就靠你们了。放心吧，孟哥，忘了，咱们五连不是最喜欢在鬼子肚里面折腾吗？好，我们在外面接应你们，上车吧。大哥，咱们行动吧。等等，孟子，这样，你带着你五连弟兄们去接应你嫂子和那些人，什么意思？孟子，你别误会大哥，我岁数大点，考虑的毕竟要比你多。你在那边万一有什么闪失，鬼子肯定要增援，我留下来阻击鬼子。大哥，我明白了。这样，我留下来阻击鬼子，你去救嫂子。不行，我是大哥，这事儿我说了算。好，五连的弟兄们，给我上！走。大哥。小心点，孟子，放心吧，我这回一定要站着打鬼子。他们怎么还没回来啊？你放心吧，马斯克说了，已经跟小孟哥联系上了，我估计时间还没有到呢。少给我来这套，当我傻呀你！闭嘴，闭嘴，闭嘴！告诉兄弟们，让他们睡觉，千万别冲动。是是。大哥，这么晚了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了？打扰二位睡觉了是吗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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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把门打开。大司令，是马贯，怎么办？别慌，先稳住。是。把舱门打开。是。把门打开。坏了，快快快，大家都睡下，快。
喝点水啊。来，喝点水就好了。好点了吗？你看，不咳嗽了吧？老秀，咋样？是有情况。过来好多人，但是带队的好像是马贵儿。马贵儿，嗯。那要是他的话，咱们下边怎么办？先等等吧。这样，如果一旦有情况发生的话，咱们也好有个接应。先上车。好，走。我问你，刚才给你们打电话为什么不接？他电话没响啊，大哥。没响。没响啊？那还不差劲，去呀！哎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可能是大风把电话线给刮断了，被大风刮断了。哎，对，赶快去修，再让我知道电话线断了，先把你脖子拧断。哎，小的不可能让他有第二次。去了啊，胖子。哎，老子来了半天了，冯宝呢？冯宝，估计在屋吧。在屋。睡得他娘的还挺踏实是吧？坏了，我二叔还被我绑着呢，他要抓我二叔。怎么了？我去想办法缠住他，你叫刘麻子赶快准备一桌酒菜啊。小心点啊。嗯。闭嘴你，我告诉你，我可狠着呢。闭嘴。闭住他！马旅长，哟，这不是花吗？这大晚上的不睡觉，跑这儿干什么？找您有点事儿。找我有事儿？啊。这今儿也没星星没月亮的，找我有什么事儿啊？嗨，我这自从来了这个军营吧，这心里就一直特别乱。这刚才听人说您来了，就想找您喝杯酒，谈谈心。找我喝酒？啊，好啊，我先找你二叔谈完，咱们再谈啊。看来是不给面子了。那既然不给面子就算了，您去找我二叔吧。我二叔两个小时前就喝大了，您好好找他谈谈吧。哎，花儿，怎么还那么大脾气啊？既然你二叔都喝大了，我还找他谈什么呀？还是咱们谈吧。好，走了。Thank you.